潛力股嘛，有咩潛力股可以同大家講下咧？就係呢只啦，呢只咧就係深圳國際啦，152。咁呢只股份咧都好耐世紀噶啦，好多股民咧都熟悉噶啦，就好多業務嘅，包括咧就有深高速啊，一啲物流業務啊咁樣啦嚇，咁有地產業務啊咁啦嚇，啲可以咁講係一個綜合企業。綜合企業型的股份就多重業務啦。潛力所在是什麼呢？就是個走勢圖呢，是一些靚仔的情況啦。咁靚仔在哪裡呢？就這段時間看來好像營造一個頭肩底、啊、因為這個左肩、這個頭、這個右肩，咁而家好像試衝緊上去。咁呢幾日升下升下咧，就已經穿翻咧幾條平均線，包括咧十天、二十天、五十天、一百天線咧都穿咗咯嚇。雖然咧就呢排嘅升幅又唔算好多，咁但係咧佢就慢慢慢慢升穿咗上去，咁所以咧就勢係有啲勢頭啊，咁啊掉咗啲平均線啦，就清楚啲。咁啊你見到啦嚇，咁嘅情況啦，呢個平均呢個頸線咧大概喺依水平啦，度一度啦。頸線就是8.8度啊，就是它的阻力所在啦。咁而家咧，佢嘅勢頭咧就除了畫出嚟似之外咧，咁你可以加少少輔助咧，你就係睇到呢度突破咗短期嘅下降軌啊。依度咧畫出嚟咧都頂住啊，暫時頂住未穿住。但依度畫出嚟咧就已經穿咗啦，少少啦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比較短啦，或者啟示性比較細啲啦。無論如何，佢咧營造緊一個頭肩底的狀況啦，都幾靚啊！咁所以可以等啦，等佢啊，股價咧就而家升咗一輪，頭先講啦，又慢慢慢慢咧就逼緊呢個頸線嘅阻力啦。咁有機會咧就先行回吐。如果咧就股價回吐翻落嚟，逼近翻咧呢個右肩嘅底部，即大概係$8到啦，8.01啊，$8到今日咧8.58，逼近呢個右肩底部咧就可以咧。就吸納了、啊、吸納了博去就 回整完再次向上衝，就先挑戰頭肩底的頸線，甚至乎爆上去抽穿去這樣、啊、就是這個其實策略所在啦。指示位是放什麼呢？就是放在這裡啦，這個前浪頂的，當然這個都可以其中一個啦，即右肩的底部就801啦，以至呢這個前浪頂的支持咧就係7.78，就指示位擺喺度，咁啊搏佢衝上去。咁呢個咧就係咧呢個152嘅情況啦，就潛力所在就係頭肩底策略咧，就頭先講嘅啦。咁啊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啊。